哇了个擦了，一只断腿的山羊在等他的妈妈来救他，没想到等来的却是三嫂和莫多巨蜥。三嫂很爽快，上来二话不说，招呼也不打一个，直接就咬住了山羊的脚丫子。这他妈的太惨爆了，山羊被这怪物吓得不行，这是个什么玩意，从来没见过。山羊挣扎着想要逃跑，三嫂直接一口咬住了山羊的脑袋。山羊此时害怕极了，他只想回家找妈妈。现在山羊的局势很不乐观，本来就断个腿，现在脑袋又被三嫂给拿捏了，今天恐怕是凶多吉少。山羊还在不停地挣扎，他想让三嫂放了他，但是三嫂这个缺心眼的家伙怎么可能听劝。三嫂一向吃东西都是直接往下吞，三嫂干饭是从来不带智商的，能吞下去的就直接吞，不能吞下去的就想办法往下吞。